在二零二一震荡多头行情里面，你赚了多少？如果你没有赚到，不是没有行情，是你没有用对方法。享受赚钱的快乐，显现投资真价值。 大家好，欢迎收看《将军投资》。大盘指数今天开高走低，震荡压回整理，主要原因当然是今天呢，啊，逼近前天的高点嘛。那这个成交量，今天比前天的一个成交量要缩嘛，量说要过礼拜二的高点，似乎不太可能了、啊。所以在震荡拉回的过程当中，不用担心，长多的架构还是没有改变呐、啊。美国股市，道琼科技股。 都创下历史新高你认为台股挑战万八来到新高会会很过分吗？所以对今天的压回修正，其实很简单。我的操作的一个策略，我的一个操盘的节奏，跌就是买，只要盘是压回修正，我就会出手，我就是会出手，因为看回不回，因为一涨难跌的盘，不是只有台股啊，美国的一个道琼当受这一根长黑，还记得吗？ 我说最后赶底，逐出双底之后，任何的压回要买啊！从这个低点开始，有没有压回让你买？有没有？这都低点呢，包括上个礼拜这一根长黑呀、啊，你看来还是看坏？你去看一下当天节目的内容，我如何分析？道琼是涨多回档，它还会再走高，结果再创历史新高。行情长多，短线回档就是要出手。 个股来到短线支撑你不买，有时候就直接冲出去了。所以呢，很多单股票我都规划好它的买点，我希望你好好的跟。闪亮的第四季行情绝对不是短线，该波段呢，我一定带你转完整个完整波段，好不好？难得啊，攻逢其胜嘛，刚好台股呃在第四季的季初嘛，逐出一个双底呀、啊，那不是很漂亮吗？ 对最近季的行情，有机会将你之前失去的连本带利讨回来。我已经讲过 N 遍了，啊、哦，请你要好的积极逢低承接，不要怕跌，跌的时候不买，接下来没有低点了。你看一下之前的康普，六月二十四号，当时八十点六啊，形态突破发动买点，电动车的康普，这档股票我们之前赚了一百三十趴，上礼拜十月二十五号啊。 这个形态突破了，如果你当天可以买的，一个礼拜又多了大概三十趴左右，所以整个康普上礼拜一啊、礼拜二啊拉回都可以买。那来到上个礼拜五了，五天就三十二趴，是不是？所以电动车的康普，我们从低档的八十块钱附近开始操作的，到上个礼拜五已经来到一百七十一了，有没有倍数获利？你是老同学应该很清楚啊。所以当 康普这礼拜的回档，当然是找支撑性的买点了、啊。找支撑性的买点，你应该希望它拉回，但拉回的时候，你敢不敢买？你想不想支撑性的买点在哪里？嗯，你会不会看 K 线？你会不会懂得量价？嗯，你会不会懂得缺口？所以在目前行情的一个脉络，涨多回档必然的。 我还希望它回升一点。说实在的，康普，我也希望它回升一点呢、啊。对今天的康普，对整个一个下杀力一我认为是越深越好啊。懂没有？你买股票，你需不需要买越低点？你觉得越健康？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嘛。买的够低，成本降到一个极致，接下来你享受的几乎是零风险的一个。 绝对挣报酬嘛，所以不管是康普啊，拉回修正很好啊，真的很好。美骑马也是一样啊，这种长黑打下来，对，快要跌停板了，拉回是不是早买点？你想不想跟？之前倍数的一个利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参与其中。你只要参与其中的一大段，至少都三五成起跳，啊，毕竟康普我们是分段操作上来的。 我们不可能从八十块钱沿路的一个报道一百七十几块钱嘛？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啊！眼见为凭，哦、呃，亲爱的一个支持我的观众应该很清楚。所以呢，康普啊，拉回当然是早知深信的买点，好不好？成功的经验要懂得复制，不懂得复制要懂得跟随。所以美其马长 A 重做很好，真的很好啊！就同昨天的一个聚合一样，是电动车的概念股票。 涨多回档，我昨天已经特别的好心规划好它的买点了好不好？美骑嘛，康普保留给会员啊，啊如果你想跟的，盘中一定带你操作，一定带你低接啊。那聚合，昨天我公布我预告的买点的是你家。所以来了要会出手啊，聚合啊，电动车的、啊、来了要会出手啊。 不要怕跌啊！今天有没有来？录起来啊，去比对一下，比对一下我聚合的规划的买点，你加啦，对不对？截图啊，然后去对你那个电脑的个 K 线的股价、啊。其实我可以跟你讲，有时候我规划的买点，如果真的不小心只差一点点就接近了，你认为我会不会出手？ 会规划行情，就希望你把握行情啊！我常常跟你讲嘛，我负责创造机会啊，你把握住机会，你就知道什么是低进高出，做完每一次电子股的波段行情啊，好不好？像这种爱普，基本面当然不错啊，对，才有这么一大段的一个空间嘛。所以像这种绩优性的个股拉回都是早买点，不要怕跌，我真的喜欢它跌、啊，好不好？ 我真的喜欢它跌啊，跌越凶是越好啊，跌越凶越好啊，越接近我的买点我就会出手了、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啊。如果一单股票，我的买点设定在这边，然后股价来到这边呢、啊，我可不可以先买，比如说，哦，本来要买一笔的资金，分两部分呢、啊，接近了先买二分之一嘛，啊来的再买二分之一啊，可不可以这样操作？ 股票操作要灵活啊，尤其面对这样的一个第四季多头行情，跌的时候不买，有时候很可惜，很容易就冲上去嘛。我讲过了、啊，这盘易涨难跌啊，股票也是一样啊，易涨难跌，跌的时候要买啊。你看一下十月十八的中美金，跌到一七七点五啊，站在买方，对，基本面营收新高，双底的形态安全，筹码又干净，稳操胜算了、啊。 是不是？十月二十号再给你一次机会，一七五点五啊，一样低接。这两次的买点在月线底下，懂没有？应该记得吧？当时候你会敢买吗？这两个位置，这两个位置，我把月线现在画给你看，当时候是在月线底下，哎，月线叫反压，所以来到月线这个位置要要卖要空。 对吗？回过头一看，我是对的、啊，我是对的、啊，我早要告诉过你了，中美金它不是不会涨，该来的行情它总是会来，是不是？所以我根本不会怕它震荡整理啊，两次的买点，一七七点五，一七五点五，低档，迟早会冲出去，我都跟你讲在前面，你都会印证在后面。 一定会等到中长虹，有没有？他有没有中长虹？他有没有冲出去？讲完之后上礼拜五中长虹冲出去了，来到礼拜一啊一九七点五一张两万块，不无小补吧？稳稳的赚，总比你投机取巧乱追股票要好很多吧？低阶的模式啊，这不是低档我低阶的一个位置吗？啊，不是冲上去的吗？ 所以当中美金来到礼拜二的两百了，波段高了，短线当然不要去乱追。如果还有高点的一个中美金，低点可不可以买？我问你啊，礼拜开高走低，长黑。我已经给你结论，它还有高点。所以整一个中美金这三天都是黑 K 棒，它当然是在整理啊，整理完当然还会再走高啊。亲爱同僚。 盘市的一个架构，不要怕回档啊！今天来到礼拜的高点嘛，量不够，怎么可能马上过高？今天不会过高，不代表下礼拜不会过高啊！所以，当今天台股开高走低的过程，不是早盘去追股票，是压回跌到平盘附近，跌了六十点，你可以出手买股票，懂我的意思吗？操盘性的一个节奏是希望你稳稳的赚，不要。 随之摇摆，不要随便跟人家去凑热闹，人多的地方总是危险的、啊、我常常会帮你踩刹车，高档该怎么落袋，高档该怎么提醒你，能讲的我尽量讲哦。所以会员你放心，盘中给你资讯一定有价值。你跟了我那么久的一个操作，相信今年度的第四季行情，纪老师不会亏待你们。所以像这种股票。 预估有五十块钱价差的，上礼拜四啊，这叫碗形底的整理末端，是不是？礼拜五这一根黑 K 棒，赶快布局，跌就是买嘛。所以我说这几天我都在买这一档赚一个股本碗形底整理末端的绩优股嘛，它已经修正了一大段，它已经逐出一个碗形底的一个形态耶。你认为会不会涨？ 它上涨的几率远大于下跌的几率嘛，所以跌的时候一定要买。你不买，昨天你看到它拉出中长虹亮灯，对，晚型底呀、啊，这边都要买呀、啊。我已经告诉你，赶快布局，赶快布局。不买，昨天冲涨停，昨天亮灯了、啊，对，很多人都知道是哪一档了吗？是不是？那昨天超过一万张的一个新天量，你自己对照一下之前的成交量不大、啊。 新天量量先价行啊，量价不会同时到顶啊，它当然会高点啊，所以今天这张股票当然短线上再度的冲高，昨天它已经涨了十几块钱了，所以这两天涨了快二十块钱了，那我的一个目标呢五十嘛，至少哦，记住我再看，行情好一点搞不好更多，所以我不会去预设高点跟立场，到时候目标价到了。 如果该拔档，亲爱的会员，我一定通知你们下车。所以现在这张股票涨了一二十块钱了，买低档的报上去，因为目标价还没有到，还没出手的，趁着他如果回档，我会再度的出手带你买进。希望这种价值型投资概念的长波段的股票，低点都是你跟我一起上车很好的时机，你务必把握。所以啊，再回到这么一个现场。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印刷电路板的 ABF 窄版的星星，漂不漂亮？当初啊，中国信电嘛，节能双控的政策当做印刷电路板重灾区。你当初有买的，这个太快了，利空绝佳买点。这一波段来的又快又急啊！所以在多头行情，把握出一个原则：如果有利空，通常是你大买。 重压股票是积压，星星就是其中一档。像这种强势股啊，拉回当然是找买点。还有另外一档 A B F 窄板的蓝点也是一样。这种往上走高啊，领先大盘创新高啊，大盘还没过礼拜的高点嘛，也还没看到万八嘛。那这种股票看回不回啊？那看回不回怎么办？等拉回，拉回找买点。所以对这两档股票。 如果你认为它基期蛮高的，那就买基期比较低的吧。比如说有一档印刷电路板的股票，九月营收年成长率七十八趴，这是底部形态刚突破的，它比较低啊，比较符合大部分投面的一个需求。所以今天这张股票，我有尝试进场在、e，在一三五啊，一三五买完之后呢，盘中一度快要亮灯了，所以呢。 看你怎么选，看你怎么选呢、啊？积极头面哦，蓝电、新金压回，你就可以正在买方啊。如果稍微保守型的，这张股票你当然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啊。所以多头行情，我认为你的操作态度要积极一点，要积极一点。比如说这张泰鼎也是印刷电路板的，它今天领先大盘过高啊，它今天领先大盘过高啊。 是不是创新高啊？整个股价一个走势形态突破，就有如同电动车的一个康普啊，有没有上礼拜一啊？你敢买的，你有买的一个礼拜三成啊？所以今天这一档四九二七的泰顶，是不是买点？看你怎么解读，好不好？所以我们对股票的一个操作，哦，只要是会员，我怎么带进的，我怎么带出的？ 你每天都可以锁定我的节目，来跟我对时对价。看到会员的股票是如此的靓丽涨上去，然后落袋为安，那是一种成就感。分析师没有什么，就希望全体的会员跟我一起合作之后，你们所享受的是一个大赚小赔、持盈保泰的操作绩效。所以这档鹏程呢，两阶段的操作。 买个十张，大概八十九万落袋。同友，你以为这样的操作很简单吗？对，两段嘛，怎么低档买，高档出，高档出完再低接，然后礼拜二创新高二九卖，两次的卖点我都等到它创新高我才做调节动作。你认为很简单吗？那你来试试看嘛。如果你做的比我好，真的、啊，分析师的节目不用看了，你自己操作就好了、啊。 是不是一等一的高手，通常是默默的操盘嘛？所以为什么股票市场上赢家是少数的五趴，没有到二十趴，二、啊、八只是一个通则而已啊。所以真正股票市场能产生一个所谓的一个致富的一个效果的，不到五趴，真的是难能可贵啊。呃，因为你要懂得低档买，高档出啊。礼拜二，鹏程，我卖在二九五嘛。 卖完之后，它有下来，它有下来嘛？那昨天的鹏程最低达到二七零了，离我二九五的卖点差了二十几块钱嘛？那昨天收盘是二八九嘛？对，昨天你有买的，当然很漂亮啊，因为尾盘收最高啊。但今天鹏程呢？今天鹏程呢？最高是二九三点五啊。 所以昨天的鹏程，我跟你讲过啊，我没有接就是没有接啊，资金就是一套，该怎么配置，该怎么运用，会员很清楚啊。所以今天鹏程最高二九三点五啊，刚好就是来到我的卖点附近，然后来到我的卖点，好像就变成压力，所以这个位置当然不是进场的一个时机嘛。你有的应该二九三点五要卖啊，因为我礼拜二卖在二九五啊，所以今天是卖点不是买点。 好不好？那尾盘杀到二七五嘛，是不是？那就 OK 啊，等 d 阶嘛，等 d 阶啊。就像强茂也是一样，强茂礼拜二创新高嘛，买还是卖？礼拜二强茂最高一百二十五啊，我买的位置是九十六点六啊，不到一百，不到一百啊。十月十九号嘛，车用二气体的、啊，跟鹏程一样嘛。 这个位置下去买 OK 啊，不是每次创新高的过前高了，你再胡乱去追，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嘛。短线就是为了冲那个短线的涨停，那未来长线的架构，你有没有办法看得清楚吗？所以为什么做股票要看到未来，不是看到明天而已、欸。未来如果看得越长久，你享受是一个绝对的正报酬，而且是波段。 所以整个一个强帽，礼拜一、二、五不追呀、啊，不要每次过高乱追，追了套了才来问我。所以整个强帽，昨天一、二、五嘛，跟正一下，礼拜一、二、五嘛，昨天杀到多多少？一零三嘛，这样差了二十趴左右啊。所以整个强帽弹上来还是要会卖啊。目前它是呈现一个涨多回档弱势，它不算强势。 好不好？顶多是整理啊！我认为要在过所谓的礼拜二的高点一二五，几率是不太高的，是不太不太可能的、啊，好不好？所以呢，当这个盘势的回档修正，你所看到的是高档该卖的，我们会先做调节，就是因为高点有卖出一些股票，我资金呢空下来准备低接啊。 不是乱枪打鸟，每天都告诉会买买买，买不停，然后从来没有停利的动作，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蛮支持我的？我们节目内容所给你的有没有买点，有没有卖点？第一点，价值型投资概念的一个机油股，该进场我带你低接，该出多开停利，我也不多说啊。包括一些没有赚的啊，或是小赔的。 该出我还是会出啊，所以这档天绿礼拜二连三黑啊，买还是卖？如果你有学过 K 线战法的，三压要空反转俯冲，它是一个空头走势，卖空，结果一空，隔天礼拜三马上涨了十一块钱，所以做股票没那么简单呐、啊。如果 K 线就可以帮你创造财富，我每天就把坂田战法。 K 线战法，每天跟你阐述就好了、啊。我还去跟你分析量价、基本面吗？筹码面吗？还需要吗？所以天域之前这一段四十六块钱，连续回档洗盘三天，洗完再上。礼拜二的分析呀、啊，结果礼拜三有没有上？礼拜二的分析，礼拜三马上印证，涨了半根。这半根将近十一块钱的价差。那今天天域呢？ 开高走低呀、啊，开高走低呀、啊，才小跌两块钱呢、啊。你认为多方还是空方？四九六一的天运尾盘是不是跌更多啊？跌三块钱啊，是不是？所以呢，你认为呢？你认为呢？所以像这种本一笔低的股价，已经逐出一个所谓的一个形态啊。这个形态类似一个底部嘛。 你认为这个是像头部吗？像头吗？如果反过来，应该比较像头吗？这叫头部吗？对，那破颈线上去嘛。那如果把它颠倒过来，这不是一个底部吗？啊，底部主底完是不是应该往上走高？毕竟天宇所公布的进度半年报数字很亮丽啊。天宇，你自己看一下，天宇半年报四五块。 EPS 十五块钱，然后呢？最新十月营收啊，你自己看清楚。最新十月营收跟去年比较，成长一倍。也就是说，今年度的第三季七八九月份跟去年比较，营收都成长一倍。所以前半年 EPS 就十五块钱的一个天率，今天现在第三季比去年度成长一倍，第四季也有机会比去年成长一倍。所以它今年度 EPS 赚三十块钱，过不过分？ 合不合理？三十块钱 EPS 的一档绩优股哎，今天股价几块钱？今天股价二零五啊，本利比不到七倍，还蛮便宜的，还蛮便宜的啊，所以有跌当然可以买啊，是不是？连续洗盘三天呐、啊，跌到两百呀，你敢买低级万梦你看到一张股票。 连续开高走低，开高走低，开高走低，连续三天都回档，你已经失去信心了，所以那叫做洗盘的 K 线，那叫做洗盘的 K 线啊，所以我告诉你，洗完会再上。昨天有没有上？难道我是涨上来才告诉你天宇看好吗？当他回档修正，你没有耐心的同时，我告诉你它会往上走高的，所以礼拜三涨了五点五帕的天宇是涨了十一块钱了、啊，所以今天小回一下下。 阿伯，啊、不你是你惊死啊！如果我在旁边陪你看盘，帮你下次到期，你应该可以完完整整的赚完整个大波段啊！不是之前那一段是几块钱而已啊！所以像这种绩优股啊，一样在低档啊，形态刚突破啊，九月营收新高，成长率超过四成的绩优股啊，筹码很干净，你看融资水位在低档啊，所以呢，这个档股票呢，超过一万张的。 绩优性的个股量大好进好出啊！礼拜二买，礼拜三一样在低阶。今天这股票已经来到短波高了，对，已经来到短波高了。任何一档你想跟我进场的，我欢迎你加入老师的行列。从明天开始，我们可以一起来对时对价，迎接闪亮的第四季行情。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不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谨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订阅价值型投资，庆龙老师对时对价的真功夫，让您随身带着走。扫描 QR Code 加入 LINE 以及 Telegram 最及时的有价讯息，让您看得到也赚得到。